位同学，请你送他回去上课好了。我交好你今年男朋友，还怕被人家看到我跟你在一起啊？那我们的 Miss 也不是买票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看，结果逃得远远的。为什么要结果？爱过啊。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他的话，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相信你的未来。不是你现在我也希望。改变我，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